中花，水中月，虚无缥缈，人挂念，前路漫漫，回忆挥袖看淡，这山河万里，天阔云间，心不倦，光不灭，愿此生无恙终可见，从容谈笑间，战胜初年，携手踏破了流年。未经破硝烟，风起平余生，与你并肩。我愿一朝入梦，万世入空，天不遂人愿。心中图腾耀眼，装千般失恋。跨越爱恨情牵，生死之巅，昂首这一边，笑看风起云。手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娘有把匕首，大概这么长，上面有一枚绿色的珠子。没有，云溪从来没有见过这个，而且小姐们的闺房里是不允许出现这种东西的。我娘的遗物呢？二夫人的遗物早就被大夫人扔光了，你忘了吗？全扔了。对啊。二小姐，您别生气了。那枚匕首应该就是关键，找到它，也许就能带我回去。二小姐，您今天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？我之前什么样？之前，您都不敢大声说话的。别人瞧不起你们，自己也要清见自己，在自己家里凭什么不能大声讲话呀？母亲的遗物也被扔个精光，太窝囊。二小姐，云溪，帮我办件事，行不行？嗯，您尽管吩咐。你帮我打听一下，我母亲的遗物被扔在哪里了？还有那把匕首，那把匕首十分精致，经手过的人一定有印象。帮我去找到他们。嗯，云溪一会儿就去办。挺起胸膛来，不要唯唯诺诺的，做我的丫鬟，硬气点。可是二小姐，在这个屋里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但是出去了，还是收敛点吧，尽量不要得罪大小姐。为什么呀？毕竟您就要去陈家了，这嫁出去的女人没有娘家撑腰，会很惨的。谁说我要嫁给陈家的？今儿那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了。您要不去陈家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听说这个陈家家境也不太好。嗯，希望老爷能看在二夫人的面子上，给您多备点嫁妆。我得探探这姓陈的底。查清楚韩夏这背后到底搞的什么鬼。你帮我打听一下，陈家具体住在哪？嗯，二小姐能想开是最好不过了。过来。听明白了吗？铁链和棍子，你要那个干什么？别问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哦。没反应，
刚开始他还好好的，现在不动了，关键时候不管用。他哄咱们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回味都不住。哎，我看就是算了吧，天色已晚，咱们还是赶紧找个客栈安顿吧。等等，有反应了。再信他一次，来都来了。那个方向，走。大人饶命啊，大人。这都是韩家大小姐和国色天香的陈掌柜指使小人干的，小人只是拿钱办事啊，大人。但是他问小人并未得手，小人还未靠近二小姐便被人给打晕了，脖子后面现在还肿着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这个小人真不知道啊。小人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我想着偷偷溜走的，结果事情就已经闹大了。我怕大小姐怪罪，才应下此事的。这么说确实是韩大小姐指使你的？是，小人不敢撒谎啊，大人。那好，果然如此。我这里有一份自首状，状告韩家大小姐韩希儿指使你辱没二小姐清白，你摁了手印儿，我们就饶了你的命。大人，可我真的没有辱没二小姐啊。我这两个人的目标是幸福。好，我办妥当了吗？诉状已经拿到了，确实是韩大小姐指使的。可处理干净了？主子放心，人已经杀了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。这人为何要坐视陈公子的罪名？难道他就是？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。什么人？原来古代人武功这么厉害。
小东西，真能帮咱们找到目标吗？当然可以，这可是个宝贝。哎，你慢点儿。人呢？走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小东西，这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家伙就哄咱们玩呢，每回都不准。这准不准不得试试吗？那么好找，咱俩不早发财了？傻呀！哎，好像是个女的，跟着她。我就不该当什么赏金猎人。母后，陈儿来了。母后，下去。母后，昨日跟儿臣去的那两个人找不到了。什么？人找不到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昨日儿臣应该是被跟踪了，儿臣刚出来，背后便有个黑衣人袭来，儿臣担心事情败露，就着急回来和母后复命，咱们的那两个人就和那黑人打了起来，但是到现在也没回来。糊涂啊！怎么让你办点事情，每次都这么不利落？这要是牵连到咱们……母后放心，那两个是大内的人，和咱们宫里没有关系，而且就算他们是被抓了，也不敢胡乱攀扯的，他们家人还在儿臣手中。这话虽如此，人也务必要找到。这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可不能给人留下把柄。母后说的是。那诉状，先留着，后面自有用处。殿下，那两个紫衣人是宫里的。属下追上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是怕暴露身份，见打不过属下便拔剑自杀了。我上前查看兵器，确实是出自宫中。尸首呢？埋在程家的荒地里。那个陈家公子死了之后，外边可有什么动静？官府已得到通禀，大街小巷也都在议论，那韩家二小姐的婚事自然也就告吹了。那个韩子行可查了？查了，他倒没什么可疑的。他的母亲焦慕慈是相府的二夫人，早年间在去山中庙里上香的途中遇上歹徒，被逼跳崖了。韩子行自小在相府长大，很少出门，与其他一般闺阁女子无异。与其他一般闺阁女子无异？一般闺阁女子能有这般身手，也确实是奇怪啊。近日相府的下人们也都在传言，说着相府的二小姐经历了国色天香一事之后，突然性情大变，前后判若两人。继续查。大小姐，听说那陈家公子死了。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姓陈的死了。那陈家公子死了，阿小姐嫁不了，是不是也有机会参选呀？今儿就是选妃的日子。住口！他在国色天香的事人人皆知，得多厚的脸皮才敢去参选啊？难不成他真以为陈公子死了，他就有机会了？那把匕首现在会在哪里呢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您听说了吗？陈家公子昨晚被人杀了。知道了。那二小姐以后可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二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把衣裳换上吧。换衣服干嘛呀？二小姐也在选妃的名册之上，如今陈家是去不了了，按规矩你应该去宫里参选。什么选妃不选妃的，我不去。妹妹，好好的为难下人干嘛呀？你来干什么？有事就说，没事快滚。我来告诉你，陈公子死了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妹妹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可是他未过门的妻子，如今他死了，我猜你心里一定特别开心，毕竟又有机会参选了。哎呀，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给他穿上呀，这选妃的时辰快到了，他穿成这样去选妃，人家还以为是我们相府的下人呢。我说妹妹，这陈公子一死，婚约就作废了，你再不准备可真的要来不及了。不知道四王子要是知道他的待选妃子中有人刚死了未婚夫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，妹妹？韩希儿，你不赶紧去做准备，跑到我这里来各种试探，难道真的怕我去参选，抢了你的王妃之位吗？笑话，你本来就没资格参选，我只不过是闲来无事逗你玩而已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你就是怕。你的怕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你脸上了。你胡说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还有资格参选吧？嗯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相府的嫡长女，母亲出身高门，可是你呢，你娘是个出自秦方的下贱女人，你配跟我平起平坐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娘是个出自秦方的下贱女人。你们知道秦方是什么地方吗？那可是供男人玩乐的地方。你敢再打我，我就告诉我爹。去啊。潘希儿，你费尽心思陷害我，不就是怕我去选妃吗？如果你这么怕的话，我还就非去不可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快把他衣服拿走。不能让他换，快。我就算不穿你的衣裳，不打扮不化妆，照样也能把你比下去。雨欣，走进宫。是。你给我回来，你别再去给相府丢人现眼。大小姐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也快回去准备吧，等选上了王妃再收拾她也不迟。快走吧。走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奴婢从小跟您一起长大，对您再了解不过了，可这几日发生的事情也不像是您的脾气秉性能做得出来的。二小姐，您能变成如今这样，不再受任何人欺负，奴婢打心底里高兴，只是现在相府上上下下都在讨论您性情大变之事，就怕有人会以此做文章加害于您，云溪求您收敛脾气，保全自己。放心吧，
我以后不会再受任何人欺负。不过你提醒得很好，以后我会小心谨慎保全自己的。林心，谢谢你。哎，上次我让你打听的事，你都打听清楚了吗？嗯，我问过了。二夫人当时的遗物是大夫人房里的冯妈妈来收拾的，后来这个冯妈妈得了重病，被送出了府，听说人已经不在了。至于那把匕首，我后来又问了府里其他的丫鬟，可他们都说没有印象。这不应该啊，那把匕首那么特别。殿下，御花园都准备好了。殿下，虽然王上将韩家小姐许配给您，但是过场还是要走一下，各名门贵族也都会将自家女儿送到御花园参选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您还是准备准备吧。韩家小姐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王大人，你听说了吗？四王府与相府联姻是王上的意思。哎呦，可不是吗？我听说这次选妃啊，嗨，也就是走个过场。其实啊，早就内定了韩相府的狄小姐。相府上的大小姐真是才貌双全。你们家女儿也不错，也是有选上的机会。过奖了。咱们家希儿就是漂亮。就你当然。是啊。我看那个最出众呀，这个就是我们。最前面的就是韩家大小姐。哦哦，夫人调教有方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。这么个阵仗，你看他那样，果然奢侈，他脸都被他丢光，比电视上拍的有过之无不及啊。哪家的姑娘来的这么晚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在哪儿？后边。真是没规矩。麻烦给个位置。自不量力。殿下，今日是殿下的好日子，老臣先行恭喜殿下觅得良缘，共享尊荣。多谢老相国。听说今日相国府中也有参选之女。起。正是。此人的眼神好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希儿，快见过殿下。哦，你叫韩希儿？是，溪水如烟的溪。韩希儿，说一下你有什么才艺？我
回殿下，你女从小师从名家，琴棋书画皆有涉猎。他是问你会什么？五言、七言、古琴、词牌。杀人可会？殿下说笑了，民女从小长在深闺，连杀鸡都未曾见过，何况杀人呢？本王就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子琴，见过四王子殿下呀？见过四王子殿下。启禀殿下，这是老臣的小女韩子琴，殿下驾前一时紧张失了规矩，还请殿下恕罪。就是那个在国色天香被掳的，他怎么也来参选？这是存心想出丑啊？韩子晴，说你有什么才艺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哦，那诗呢？咏梅，可会？咏梅，永远倒霉。这文的不会，那武的呢？也不会。也罢，我当不成王妃，那丫头也没戏。殿下，小女才疏学浅，确实不如她的姐姐韩熙儿，不如让熙儿来。这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，花艺厨艺你总会一样吧？都不会。哎呀，殿下，小女不懂事，冲撞了殿下，还请殿下恕罪。韩子晴，本王就选你。这怎么会选他呢？他可是……什么鬼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不可呀！殿下，尹公公，有何不可？殿下，这个韩子晴他……讲。回殿下，王妃之选关乎国体，需金枝玉叶，德才兼备。可韩子晴他在国色天香有失格之事，这全城皆知，殿下需谨慎才是。失格？何为失格啊？他可是自愿？这倒也。既不是自愿，何来失格一说呢？殿下，你若执意如此的话，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你们会耻笑本王吗？还是尹公公你会耻笑本王啊？殿下，小奴不敢啊。殿下，就算韩子晴是处子之身，可她是一介庶女，断没有选正妃之礼啊。
殿下执意如此的话，此举恐是犯例啊，万不可。犯例？本王若是今日选了他，话又不作数，这才叫犯例。殿下若坚持如此，那小奴只能如实禀报王上，还请殿下三思。还请殿下三思，犯了例，王上动怒，非同小可呀。殿下，这韩子晴还许过人家，倘若传出去，天阙王室颜面何存呐？他有许过人家了，那可有过礼下定啊？这倒是没有听说，不过已经提过亲了。那人呢？哎呀，实在不巧，听说昨日那人突然死了，至于是怎么死的，官府正在调查。既然这人都已经死了，那这不就是口头之语吗？这不作数啊。本王既然选了他，那就是他。殿下还请三思啊。三思啊殿下。争什么争啊，我才不稀罕当什么王妃呢。你们都给本王听好了，本王今日既然选了他，他就是本王的王妃，从今日起便与本王同尊同辱。你们呢，如果是骂他，那就等于骂本王。尔等可明白啊？是，明白。是殿下，臣等明白。匕首怎么会在他身上？我拿到这个匕首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一定是没有想到我会选你是吧？我还怕你不选我。那韩子晴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想要跟本王走？看来眼下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要先接近他，拿到匕首才行。当然愿意。听说这个四王子选了韩府二小姐，这韩府二小姐是个失节的女子。哎呀，这哪是皇上的好，我听说是国色天香的。匕首就在他身上，我现在就动手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打什么坏主意呢？还听请求？没有啊。殿下，
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？是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如今呢，已经是天阙的四王妃了，要自称臣妾。臣妾，这些倒是越演越真了。此女中了墨寻之毒，为何身体无丝毫异样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府。哦。对了，你的身体没什么不舒服吧？难道他想要？殿下，不瞒你说，我最近确实不太舒服。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来月事了。月事就是女生每个月都会来的那个。不能吃生的、凉的、咸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运动，要多休息。难道这毒对脑子也有损害？殿下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选我？你知道这凡事都有一个比较，相比之下，你更有趣一些。殿下，王上急召，让您入宫觐见。父王这么着急想见我，所谓何事？这个奴才也不太清楚，殿下去了便知道了。哦，红衣。殿下，帮我好生安顿王妃。王妃？殿下，王上的诏令还未下，若现在便称呼王妃，实为不妥呀。奴才多嘴，请殿下恕罪。你现在都敢跟本王这么说话了？奴才不敢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带王妃离开四王府半步。红衣明白。走。谢殿下。下来吧，还等什么呢？这丫头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可以啊，看不出他还挺会享受的。韩姑娘，请吧。我就叫人打扫一间屋子，你暂且住下吧。好，谢了。说来也奇怪啊，我七岁进府，我们家殿下的习性我最了解了。别人动过的东西，哪怕是一个杯子，他都不会再用的，更何况是个人呢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家殿下与杯子的故事我不了解，不方便发表意见。不过就算进了这府里，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活下来的，你呀自求多福吧。从小算命的就说我八字硬，就不劳烦姑娘费心了。翠儿，把这个西园打扫一下，让韩姑娘暂且住下。东园不是已经……就你话多。是。韩姑娘，那你就先歇息吧，没事不要乱跑，要是碰了什么机关，或者是闯了不该去的地方，
可谁都保不得你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想办法拿到匕首再说。韩姑娘，请吧。师兄，咱们今天晚上动手吗？你看这女子的身形啊，看着就像会武功。我们这样太仓促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整顿整顿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。走吧，走。殿下，您来了。公公告状倒是挺及时啊。殿下勿怪，奴才也是职责所在。儿臣参见父王。来坐。哎，为父下一盘。父王急召，难不成就是想让儿臣陪父王下棋？时光。